朋友们好，我是韩斌。上集买了一个羊蝎子，整根的，116，20块钱一斤。煮刀呢？你煮刀啊？来，你煮刀吧，来，你煮刀，煮刀一声。他煮刀。这不铡刀吗？我挺过瘾的。哎呀，妈呀，不是那么那啥的。哎，煮刀吧。哎呀，等会儿再跟前这。啊。哎呀妈呀，不行啊。煮刀不行吧？你要炸这地方你差不多，这地方炸不动。哎，啊，这样似的。嗯，因为我小时候跟爸炸草。啊，那草，哎呀，这是炸刀吗？别买我这。你也炸不动吗？哎呀，这玩意儿当时是咋整的？忘了，不，咱不是这么炸的吗？是这么炸的。哎呀，这玩意就是那啥。冻的。哎呀，冻的事儿。这把手入进去也炸了。减肥呀，容易身汗的。减肥，减肥不就是瘦了吗？瘦了我得吃点药补回来。补回来，这样不是挺好？肉挺多，瞅着。嗯，这肉很多，比原先咱买的肉多似的。原先咱们买的是怎么买的来的？14一斤原先买的呀。哥，先给它冲洗一下，完了。行，点火了，先给它焯下水呀。哦，来一锅放水啊！哎呀，水。嘿，啊，下锅。来，葱，啊，放点姜，放点料酒。朋友们好啊，我临时有事我要出去啊，出去我说你俩坐你俩拍多好啊，你俩吃，完了他俩不干完了之后，焯完水先搁这啊，等我回来做啊。这正常喝无所谓，他就说到家还不少量呢，一天六天吃那一五常老舅。哎呀，行，来吧。哎呀，朋友们我回来了啊，回来了之后吧，来茄了，多加几个菜啊，我得快点做。从早上到现在我没吃饭，那个，哎，快点啊！你妈给我刷锅呢，说刷高压锅。咱那边三个菜，那边我还得冻小鸡儿，爷杀小鸡儿回家。嗯，这家伙的挺忙活人呢。素材多等我，不要我再翻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刀咋的呢？这刀挺快的，知道一块儿。我还今天得搁大锅炒一下。不整那些没用的了，不炒了，着急呀、啊！哎，炒点肠粉啊！搁进来啊！告诉朋友们一个事儿啊，这个先把油，先放了油，后放了姜，之后再炒的糖色，它不出糖色呀，不出啊，炒不出来呀。也不能说哈，现在出来点儿。甜豆瓣辣酱啊，哦，干辣椒下来炒一炒。倒点酱油啊，直接添水，吸吸水啊。为啥要吸水啊？我一会儿处理一下，好处理，这好整了。还整下来一下？对呀。这两片是干啥的呀？这两片把鱼肉给它橘刺剔出去，用鱼肉。这个水冲着它。看
看他爸着急了吧？嗯，能看出来。这俩没有刺儿的吧？这里头没有刺儿，这就完事儿了。父亲的骨也有点刺儿，这么切，这么切快点。正常这么切这个刀法不咋对，但是他分得很快。你快给爸掐点，看爸做多长时间做完这几个菜。行啊。那边那个高压锅那边还压着呢，帮我响了点啊。姜果，去给我整点葱花蒜果。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下下鱼味儿的，煎完之后就汤就发白了。啊、哦，粉啊，这里头先下个蛋清。哎，一个使不了，蛋清啊，一个使不了。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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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，这回下去，这汤老白了。哦，有点料酒。完了之后，别的不放，盐，这里加盐。啥呀？再等一会儿啊。嗯，它变白了。料。盐调了，味精调的，加味精吧。把这鱼捞出来啊，鱼的作用基本完事儿。这那些鱼能干呀？这个鱼一会儿垫底儿，搁里吧，一准挠吧啊，多挠一会儿，再把这酸菜倒里头。知道吗？他俩就是挠，让它下味儿。可以下这个，把这鱼肉下来啊，再把这个渣子，不是那鱼。酸菜和鱼都打捞出来了，下锅。不能使劲锅了、啊。不能使劲锅了，要不淀粉下来汤太粘了。熟，因为它到这个盆里，它还得捂熟了呢。嗯、这个啊，哎，这鱼就放顶上了，汤正好到这个边上，就 OK。葱花蒜末给它放上。烧点热油，简单收拾收拾啊，着忙了。不是还有个菜吗？那个菜，还有啥菜呀、啊？油烧热点的啊，我忘了啊，今天做的那啥啊，这晚上他就是这手机那啥，这切完之后谁吃吧？那你手机啥其实没说好。对，我看了。算，你吃。那个，喝一口吧，喝一口啊。喝了，有劲儿。喝啤酒啊。还开车呢。哈哈。三把半没吃着，三把就是给我三叔那拿去了，反正剩完就不好看了，一到塑料口子就不好看了。啥鱼他妈塑料口子都白都白瞎了。嗯呢。就没形了、哎。他一下就完了。嗯。这菜做不做？怎么？大块价，这都瞎做哎。这家瞎做的这水平，那你这口子大家。不错，你说你是谦虚的还是炫耀的？都有是吧？无意中给炫耀了。这是马肠子，哎呀，今天沙河的马肠子，山后老火了没？沙河的，
但肯定不是这味儿。你做肯定做不出这样的，但是颜色差不多，就是可好可好了。德县城的，你能够吃我这个？嗯。他做这个水平就能差不多。他这是整是名牌了是吧？但这到底他家是名牌的。嗯，韩冰整的味儿都虎皮糖。能差不多。嗯。走。嗯。这是谁一个？清汤火锅，我这个那天。清汤的确实比那什么强，这个麻的辣的，好像这都我都吃不了。麻酱扑克不玩儿。不是，那玩儿打扑克玩儿，说完往后赖，我抢。那抢没毛病，那能抢回来再说。那你抢不回来，那说啥了？